各国的朋友们才能到了六位在广州的工作当中，就是跟那么只有中国愿意给予他的学术支持，医务人员、外籍的医学专家。So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your stories during this 参会跟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位。好，这好，这好啊。